小 S 的三个女儿最近在荧光幕前越来越亮眼。二女儿 Lily 先是和妈妈一起出席代言活动，惊人美貌和气质让她粉丝暴增 ，IG 追踪数已经超过300万。之后 Lily 也接受许多杂志专访，小小年纪完全已经跟时尚画上等号。而姐姐 Ellie 也不遑多让，之前正式出道当演员，演出改编自伊藤润二漫画的惊悚悬疑影集《聪明症》，在里面饰演阔鱼少女，恐怖的剧照释出，大家直接吓坏，跟平常可爱的她差好多，这么反差的一面让人更期待了。而新的一年 ，Ellie 也在 IG 晒出很多美照，画面中可以看到她穿着私服，全身入镜，手上拿着名牌最新的粉色手袋，站在豪宅的电梯前面拍照，感觉气场更强大，搭配上一脸高冷表情，粉丝通通在留言区刷一排，好好看，好漂亮，这双腿也太强了吧！还有人说 Lisa 也有发这系列照 ，Ellie 的美度完全是可以跟国际巨星媲美的。